明天早上我4点就起床，然后6点出发。我先把穿的衣服先留下来。我这条布带过去。我那边不冷。这布我这一份儿。我这个厚的衣服不用带了。不用带了。你们家有没有什么特产？你拿不了。这实际。不能拿的这个不行。先淘汰。哇，好冷啊！好冷啊！今天我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我不是姜老师，也不是姜经理，我是姜导游。好，我要上车了，先回去吧，啊，爷，啊，爷，那，拜拜。在视频里可能看不到，我现在呼吸，对，都是寒气。洗手间到了，我上飞机喽。再呼吸一下最后的空气。要走了，拜拜。将军家也行了，都是小伙子，都大老爷们儿，对吧？晚上就将就挤一下吧。不挤啊？哎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你们房间是不是好多人都去你们房间睡觉？你们房间每天晚上开会，回去就是没有我落脚的地方，我的床是别人，三个人坐在那里。哦耶，全是衣服？完全是衣服。这样。这个不是，哈哈哈哈哈！老板，我完了，就这样，然后我就这样。
每次把衣服先掀开，就先。嗯。哇，受不了了。哎，这个风很好哎，嗯，换下好不好？是啊，帅。前方60米左转。哎，我现在是高德导航。好。好看吗？哎，所以说它这么厚一层都有吗？底料，火锅底料。有点饿了。哇哇！太辣了，太辣了，太辣了！辣吗？不是辣，就是放进去呛了一下，直接呛我嗓子了。不辣呀，有味儿啊。辣，我这要下肉，煮个10分钟5分钟，这肉辣的不是特别吃的，还没达到我的。他们是不是辣了？我跟你讲，现在就是先只是热身，越辣就越吃越辣。哎，我现在好久没有吃辣了。这火锅底料里面是有一些，这个是汤头。